各位观众，今天是3月23号，礼拜三。现在新店溪的水位刚涨满，我现在要来下竿了。我已经装好饵料了，准备先下一颗深水炸弹下去。这一只是我的重装备，远头竿。好，下去了，看能不能中鱼啊！已经共估了一个礼拜多了，连捧场一下都没有。现在鱼对我的饵料厌倦了，装上警报器。我的饵料用的蛮澎湃的，想不到现在都不捧场，蛮挑嘴的。今天天气变冷了，有时候有飘毛毛雨啊，早上好像还有下雨，今天比较晚出来。会冷，有一点风，看能不能落水咬。不过刚才已经丢过了啦，现在已经不算落水咬了啦。好，慢慢的等吧。跟各位介绍一下我的装备，这一只现在已经抛丢下去的那个杆子，使用的是我的重装备 P 一线5号的，主要是钓大鱼的。这一只是深蓝色的 T25 的。那现在我还带了一只轻兵器，现在就来。这一只轻兵器的话是手杆下去改的，本来改成中通杆，后来发现不好用，又把它改成甩杆，很轻啊，还不错用，只是曾经被我操断过，把柄的地方被我操断掉，现在比较重一点，因为里面装了一个铁管，套了一个铁管。这一支使用的线是3号的 P 一线，柄的部分断过，主要都是钓草鱼啊，钓漂的，比较常钓漂的。等一下，如果有发现草鱼的话，就要来钓草鱼，不然太无聊了。那个我的重装备，那一只重装备已经共估好久了，都没有动静。等一下看到草鱼的时候，就来钓草鱼。草鱼不会让人失望的。有看到草鱼了，下竿了。不大的草鱼，中了，中草鱼了，哦，突然就中了，来不及拍。哦，
终于被我骗到了，好久。跑到这边来，给我过来这边，阿草。今天的主角是阿草啊，这一只就是我的清兵器，主要就是针对阿草的。刚才太惊了，所以我就没有把杆子拿在手上了，懒得一直拿在手上。结果突然就中鱼了，来不及拍。这阿草都会保留体力，一下子就拉到这边来了，也算没共估啦，已经共估好久了。共估好久的时候就要来钓这个阿草，只是没有拍到它拉杆的时候。刚开始它拉杆的时候，杆子弯掉的时候，还蛮可惜的。刚好在看，没有在拍。这个草鱼哦，它都会保留体力。你要去给他解鱼钩的时候，他就猛冲了，一下子就被你拉过来哦，猛冲，冲出去哦，很危险。解钩子的时候都非常危险，所以要把它操累一点。那太有经验了。好久不见阿草了。不大要跑啊，等到你要跟他解鱼钩的时候，他就会突然间冲出去，还蛮危险的。像新内溪这种尺寸的草鱼的话，大部分都这个尺寸了，差不多70到80啊，80到90之间最多了。看看我们今天的主角了。啊，戴个手套，尖嘴钳，来帮他解鱼钩了。像我们这种没有带捞网的啊，没有把鱼捞上来，要帮他解鱼钩最危险了，这都要特别小心一点，因为直接就是要给他放走的，他会突然间暴冲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手就会去割到那个 P 线，上次不小心就割到了。所以这一次我会特别的小心的。这一只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80几吧。等一下大概跟他量看看，都还蛮有冲力的。这个不小心的话，都会被它弄得全身湿湿的。
过来吧，帮你解鱼钩了啦，解掉鱼钩就可以放你回家了。看来这一只是吃蛮深的，不好解，这个要有用我那个特制的这个解钩器，这没有警觉心的哦，都不会勾到嘴边，都吃比较深。哎，过来。像这个拉PE线的时候都要用手套这一只下去拉，否则有时候会割伤到，很危险。啊，这个还是还蛮有力气的。哇，这一次搞太久了，哇你嘞，钻到管子里面了，麻烦了，钻到管子里面我就很难拉它出来了。过来，你一定要给我过来。哦，出来了，哇你嘞，这一只块头好像还有一点大，还蛮肥的。好了，哦，这一只看一下，哦，这钩子好解了，它已经到边边了。这一只好像有一点肥，跟它量一下尺寸好了，看你啊，有一点肥。还蛮肥的，这一只真肥耶。好，这样子就比较安全，比较肥而已啊，并没有比较大，它比较肥而已。我还以为比较大了，因为好肥哦。大概量一下尺寸吧。差不多90啊，这一只差不多90公分，只是还蛮肥的，肚子好大哦。这肚子真大。好了，帮你解开了，放你回家了，不要把我弄得全身都湿掉。啊！回家吧。哇！每次把草鱼弄上来的时候，要放它走的时候，他都超级不爽的，把你喷的全身湿了，泼你脏水，所以都要特别小心一点啊。好啦，今天有算有赚，有钓到一只草鱼了。我已经共估一个，一个差不多有10天了吧，总算是出动这个我这一只轻兵器。
主要就是钓草鱼的，算是有钓到一只了，好久没有手感了，虽然不大，差不多90公分了、啊。上次在这边钓到一只，大概我跟它量尺寸差不多96，结果我要把它抱起来拍照，没成功，手还被它割伤到。那是我最大的一只鱼吧，所以我都特别的小心了、啊。收竿了，总算今天有钓到鱼了。反正草鱼都是很捧场的啦。我的重装备都没有动静了，下班了。